若是要将女儿的婚事许配予迄个马文才，女儿万万不能将命。放肆！不讲好名就是不孝。女儿心里记挂，淡定嗲嗲。大胆！你这个贱人！老娘，老娘，老娘，你哪都这么受气，让我慢慢啊把伊顾劝就好啊。哼！我跟你讲，要将也着将，唔将也爱将。亲事，心肝内伫咧闷闷不乐。阿爹，伊是毋是有答应啊？一定有答应诶，因为我有看到老爷甲夫人吼，伫咧后厅诶所在，安尼有讲有笑，好亲像对即件婚事真满意哦。小姐，恭喜你！哈哈老爷来啊！真是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阿爹、阿娘，便利便利。英台啊，为夫才伫咧关心你的婚事，偏偏今仔日就有人来提亲了。阿
对啊，是不是答应啊？当然啦、啊，门当户对，免哪会无答应？唔知爹亲将女儿许配哪家？这门的婚事唔是平常，讲起来，女儿你一定会知影，就是本府太守之子马文才。英台啊，你看如何呢？怎样？女儿唔嫁，门当户对，哪有唔嫁？什么人唔知影？马文才是一个不求上进、不好无术的花花公子啊！哎呀，团岁之言，免哪用得相信啊？女儿不能将命。英台，不将父命就是不孝。女儿甘愿侍奉爹娘，终老一生。讲什么？哪有终身不嫁的理由？是啊，英台，男代当婚，女代当嫁，这是理所该然啊。女儿准准若要嫁，也唔叫迄个马文才。我明白了。你在杭州读书的时候，莫非你？李欣，你陪小姐在杭州读书三年，做出什么好代志？讲。李欣，做你讲。是什么人啊？就是那个三匹来牛相公。牛三匹？哪呢？他们两个就已经有事情了。事情是无。实在有经过。小姐，伊。Thank you.
将来必定定相知。两个婚事已经决定了，你非嫁不可。阿爹，免再讲啊！这两个婚事已经决定，你非嫁不可。阿爹，敢讲你爱女儿，将身体力不求上进，不孝无顺的马文才过一世人心。阿爹，为着女儿，求阿爹你将马家的婚事退掉。这。乱来，太乱来！老爷，婚姻是主理。
亲像这款的婚姻，使你难将命。娘亲啊，我临死也不尽马家庭。娘啊，你那爹已经答应了，你应该多为你那爹设想才对啊。刘三平，你为什么不较早来求亲呢？